现在这个为了测试这个铝布袋，这个就像你们的产品，我们调到26，到时候根据你们产品调节，自己调节，不一定是26，或者高一点或者低一点。好，铝布袋可以正常通过。好，你看不报警正常通过。来，这个情况下我们检测的铁1.5。软剔除，然后是2.5的不锈钢，OK。